演员能让我感受到不同的生活和不同的人生经历，它不仅仅是能够让我感受到快乐，同样能够让我感受到我作为罗云熙感受不到的痛苦。刚开始觉得演戏就是演，就是你要怎么样去演这个角色，但是到现在我觉得我并不是要怎么样去演它，而是让你怎么样更好的成为它。通过一部戏又一部戏的这种历练去经历它，你准确地把这个人物表现出来，你想的是更多的是为戏服务，为角色服务。我罗本志愿加入追光救援队，遵循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勤奋刻苦努力训练，在各种危机面前竭尽所能地挽救生命。和曾经许下的愿是否还一样？再次遇见达尔文，谢谢。也许梦坚持会很难实现，很遥远，重要是还能一路往前。既然在进行这局游戏，我们就一定要把它进行到底，我们要为整体的你的队友负责，为整个游戏的环境负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你说再过一两千年，那个时候的人在站在我们现在站在的土地上，你觉得他们能不能感受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心境呢？希望能够跟各位大神各位老师一起学习学习，因为自己真的是非常喜欢这个配音的。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让我在一个人生的转折口遇到了一件我认定了的事情，然后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去坚持做它，所以我觉得有了现在的演员罗云熙。我想对自己说，还是做那个最初的自己，不要让自己有太多浮躁的情绪，负能量，让自己还是正能量满满。年龄不是问题，我觉得最重要是面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定要乐观，一定要向上，一定要抱有一颗敬畏之心。当初的我有多认真，现在的我就一定还是要有多认真，将来的我也一定要保持这份认真。点亮沿途每段时光，分享给大家一个理念吧，勇敢地去追逐自己所喜欢的事物。因为现在咱们都年轻，当你感觉到挫折就退缩的时候，可能这一份你的喜爱从此就与你的生活擦肩而过了。所以趁咱们还年轻，喜欢就去追逐吧。然后我相信当我们充满力量充满激情的时候，将来的生活一定会变得非常的多姿多彩。然后也希望自己的这一点点小小的行动能够让更多人一起参与到咱们中国的慈善事业当中来。我觉得慈善这件事情它是不分大小的，只要你有这样子的一颗心，哪怕是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你都可以去做。对梦的执着热爱，云熙十二周年快乐，哥哥出道十二周年快乐，师徒同在，平安喜乐。七夕出道十二周年快乐，祝罗云熙出道十二周年快乐，祝云熙哥哥出道十二周年快乐。嗨，哥哥，我是来自台湾的西瓜子，祝你出道十二周年快乐，快乐。西哥西哥一二七出道十二周年快乐，一起加油哦！祝云熙哥哥出道十二周年，祝你事业蒸蒸日上，喜乐安康，前程似锦。东北的人生本，祝你出道十二周年快乐。西哥出道十二周年快乐，祝你的演员很幸福。祝西哥哥出道十二周年快乐，希望你快乐，永远都是，一起变得更好。